美村路一段与公益路口啊，啊，发现自小客啊左转美村路一段往中城街方向时啊，啊险些翻车，啊故远景啊上前啊欲拦查，啊当远景示意停车啊路边接受稽查时啊，啊驾驶人白男啊拒检来逃逸，经远景于车后方啊尾随该车啊啊于一时许啊于西区的华美街476号前啊，啊将该车拦停啊，啊并对驾驶人白男示意酒测啊，啊经酒测的酒测值啊达0.56，啊超过酒测标准值，当场将白男逮捕并带返所侦办，啊追捕过程平和顺利啊，未造成其他民众受伤及物品的毁损。那第一分局呼吁啊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啊，啊勿心存侥幸。啊，酒后驾车上路，啊，才能确保民众用路，啊及生命安全。